喜欢上这个跟我一个老师的女大学生，看他们在这聊挺长时间了，得想个办法上去认识一下。Hello， 老师，我刚下课，我这不看着你了，我回过来打个招呼。还想不起来，他可真好看。我跟你说话呢。老师，那个我最近不太忙了吗？不是你忙不忙？我跟你讲啊，你那个论文肯定能评上最优秀的论文。你现在你必须得交。我跟你说话怎么的？老师，你放心啊，明天我肯定放你多少，行不？你必须得交呀。这不是催你一次两次的啊！等会我去把钥匙送。老师您忙不忙啊？Hello， 那个，他是你专业老师吗？巧了，他也是我老师。我是那个毕业班的，他不是我专业老师，他是我论文指导老师。他这是给你开小灶了。关系一定挺好的。咱俩再聊一下。是这样的，你看老师吧，他带我一回挺辛苦的，然后我想感谢感谢他，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理由，因为人家俩关系好，我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。好，那那个，好好。你耽误他练琴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好嘞，老师，好嘞，老师。赶紧抓紧啊！好了，拜拜。虽然还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我相信不久我们就会再见。